我觉得能让我回不舒服，但是你还是很爱台湾人吗？对，为什么不要爱台湾人？然后夜市，然后夜市，对，嗯，这样会不会对台湾男生印象不好？不会哦，我觉得每个国家有好人有不好的人。为什么别的人不要碰我的屁股啊？没有，我也觉得你碰他屁股，他屁股比较好看。